大家好，我是舞蹈生态系创意团队艺术总监彭小英。国际水舞蹈节是在2011年由一群英美的舞蹈家和学者们发起的一个全球串联性的舞蹈活动。那在国际水舞蹈节当中，去年台湾只有由舞蹈生态系在台北在竹围码头串联和树莓坑溪的意象做的结合环境议题和表演艺术的活动。那在今年国际水舞蹈节，只有台湾 solo 就是由舞蹈生态系发起，我们将在公馆和自来水事业处合作，在水岸广场带给您结合环境议题和表演艺术的多样性的活动，并且也将融合水花园有机农夫市集，以及在今年非常荣幸特别邀请到舞蹈生态系的恩师，澳洲的现代舞先驱伊丽莎白陶曼老师，他将带来跟大家分享澳洲怎么样将生态的议题和舞蹈艺术做结合的分享讲座。舞蹈生态系秉持着结合环境议题以及表演艺术的理念，将于2012年10月13号邀请您一起来到公馆自来水园区参与国际水舞蹈节，也欢迎您小额资助本活动。更多活动详情请上企业网，谢谢。水舞蹈串联之外，